惠妮时间美丽到 Belle Isle， 她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·莫奈 Claude Monet。 上一集我们欣赏了日本画家青木繁的海景图，那这一期我们专门找来莫奈的这一幅作品作为一个对比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莫奈深受日本画家的影响，这个画面中没有出现任何人物，而是在凝视岛边漫无边际的大海的同时，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海中的岩石，可以显示呢莫奈的绘画语言得到了升华。这个作品创作于1886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罗丹博物馆。其实呢，罗丹和莫奈呢在艺术上互为钦佩，同时也是极为密切的朋友。那下一集我们专门欣赏两件罗丹的雕塑作品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